舞蹈老师面试需要准备什么？一般舞蹈老师面试的时候就会给你一段音乐，然后根据音乐来跳舞，自己再跳成一段完整品的舞蹈，民族舞蹈的小作品，也会根据熟悉的舞蹈种类进行表演，最后写出教案进行现场教学。舞蹈老师在面试的时候最好是带着简历，简历上面要将自己的特长和优点充分地展现出来，写在简历上面，优秀的简历会给面试官非常好的第一印象，包括自己的舞蹈级别证书也要复印完整。舞蹈老师在面试的时候穿衣服一定要整洁大方，最好不要穿紧身的衣服或者是牛仔裤。